来呀、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我的力量啊，我要歌颂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赐恩与我们的神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弟兄姊妹平安。平安。今天主日是一个很冷的天气，那刚好我们又碰到电脑带来给我们的艰难跟困苦，那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日子，让我们来中间都可以来敬拜他。那接下来，我们要请那个慧明姊妹带我们来敬拜。将以下时间交给他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虽然这几天我们都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度过，但感谢神使我们平安的度过每一天。在这湿湿冷冷的天气里面，是否感到很忧虑呢？无论你为何事忧愁，但主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我们一起起立，和你旁边的说，不要忧虑，要喜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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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们是不是常常迷失了自己？可能跟着电视或者是电脑的媒体，或者是因为家人朋友的一些言语，影响了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是否将上帝随身携带呢？还是把上帝放在教会还是家中供奉起来？我们的神是喜爱关系的神，当我们在做事情或做决定以前先想到他，他就会十分喜悦。当我们软弱失意的时候，我们寻求神，神也必定会给你安慰，也与你同在，因为神爱你。我们是否在万事上都认定主是我们的神，让神成为你万事上的第一？心般香，主啊，我叫你
常常在抱怨上帝，为什么我们要遭遇这样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事情放在我身上呢？为什么有好多的为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但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，它叫做《亲爱的公主》，它里面说谦卑自己，信任把我们栽种在这里的上帝，就在栽种在这里的农夫吧，农夫就是上帝，他爱我们，他也了解我们，所以明白知道我们需要的和我们的极限在哪里。虽然环境看起来很惨很糟糕，但要相信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他的恩典是够用的。